Hello，大家好啊。午安午安，大家好。下午好啊。谢轮回要享受缘分香恋。FM 倒数三天，那么快吗？看来是。啊！竟然那么快，好忙哦！我现在来开始好好准备了。我昨天就说，因为我昨天很累，然后昨天太早起床工作，然后我那时候晚上，因为我八点多还有，就是在公司还有其他事情，然后我就坐在那边工作。然后大家就说：“哎，你那么累，怎么还不回家？”等八点，然后等八点半之后。又懒得走，然后躺在那，然后就躺着。我说：“按脚还不走，好累啊！等一下再让我走，好累，完全不想动。”昨天有很多人陪我，所以可以赖在那边。对，我已经那个座位，我从早上坐在那，然后中午出去，然后下午回来，我还是坐在那，我坐了一整个晚上，都坐在那个位置上。睡了，我昨天凌晨一点睡，然后睡到刚刚，直接睡了13个小时，超强的。我早，因为我这一次自然醒是天还暗的时候，我想说那我一定就只睡3-4个小时，我要自然醒。然后说不行，我今天就是要睡到饱，然后继续躺回去，然后睡到下午2点。而且还是被闹钟叫醒的，没有，我今天只会开，然后没叫你起床，他叫我起来，我跟他翻脸，没有啦，他不能叫我起床，他叫我昨天很早，对，因为我昨天是直接我弟要出门上学，我直接看着他们出门上学的，太早。谢谢梦涵，哎，哦 ，Hello 梦涵，看错，有我妈煎的颗蛋给我，
我刚刚讲一个什么忘记了。难得身体也没八小时中，没有没有，我超长的，我超长睡四五个小时，我就要自动醒，自然醒。我也不知道，被我养坏。他通常大概四五个小时，所以我看天还是黑，我就不用看，一定四五，就是一定四五点五六点就继续睡。好险，今天不是早上，今天是下午。我等一下播到，昨天上次播一个一小时五十，播到四点十分，我想要立马走人，我要立马走人。对，我不是睡很多的类型，我是通常只需要睡满八小时差不多就好了，但通常都睡不满，所以都会只睡六个小时几乎。然后那种什么期中考周、工作周什么什么，大概就是三四个小时左右。没有，等一下的工作。地狱周那个叫做期中考周，期末考周跟工作搭在一起，疯掉地狱。但是两三个小时，有一次我还通宵哎，为了做作品。他现在躺在哪？好了，让我拿八十几分也是可以，合格好不好？让我拿八十分，因为我都没怎么去学校。好了，通宵拿八十分还不错。对啊，然后因为我又是那种起床之后不会睡回笼觉的人，所以人家说你可以在什么车上补眠，我说我睡不了，因为我在车上补眠会不知道哎，没安全感，我不能在外面睡觉，除非去公司，我有在公司睡觉过，但也没睡着，因为我真的是在外面睡不了的那种人，我一定要躺在床上或是躺在沙发上。八十几个了，好像八十分算蛮高分的。那我就算我不行哎，我就算只睡我昨天就只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去工作，我还是不能在外面睡觉。八十蛮高的，我也没有眯一下，我昨天完全没有眯一下。但通常就是不会睡着，我睡不着。我刚把前天的酸辣粉，不是酸辣粉，螺蛳粉吃完了。终于把前天的吃完。我现在脸超肿，刚睡醒。对啊，今天放到醒，因为我昨天没时间吃，昨天我都在外面。
英文版。三天发不会啦，没有坏掉，冰冰箱都不会坏，又不是放五天。可能我身体吃习惯，这种放很多天的，我所有东西都可以放，没办法，因为是不会吃完，但吃不完丢掉又很浪费，所以就这样，只能这样子。五天的，我自己也不会吃，好不好？到时候拉肚子怎么办？新加坡在磨练自己的美美机场哦，新加坡机场美吗？去新加坡会很贵吗？去新加坡玩，可以顺便买个包包之类的，好奇。有一个室内瀑布，真的假的？那么酷，还有室内瀑布。居然又是购物。我朋友是新加坡人啊，所以都知道。马来西亚嘞，我来去新加坡有什么景点？新加坡不是要去逛街的吗？新加坡。Hello。9800，新加坡那么贵，来回11000联航的话，啊，差不多，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有那个是新加坡吗？有那个乐园，我想说怎么会有这种换狗狗一阵子，什么意思？我换很久嘞。吉隆坡，怎么那么便宜？吉隆坡比较便宜，是吗？其实不知道。
泰国比较贵，有吗？差不多，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泰国多少。哦，泰国比较近，泰国比较近哎。谢谢戴维送的，爱你哦。我记得新加坡有环球啊，是新加坡吧？对啊，新加坡有环球，可以去新加坡环球玩。现在泰国超热，因为泰国就是冬天的时候要去啊。购物下去是不是要剁手手？不用啊，我又没有买很多东西。哎，我真的没有买很多东西，好不好？都全部买回来才一颗比较贵的包包，两个很便宜的包包才300-400，因为是小的包包这样。两个又有包色，也没有包色，我少买一个颜色。然后才两件衣服哎。然后两只娃就没了。3-4月泼水节，我才不要去泼水节，才不要去泼水节。我自己都很讶异，我真的没有买很多，真的。那时候剩很多钱呢。而且我就说我不能刷卡，对，所以我就只用现金。然后我换了20,000吧，还有剩好几千块。我妈都吓到，我妈说你竟然还有剩，我说对，我还有剩。她说哦不错哦，我说对吧？因为我不知道我要买什么，我已经不知道，我每天都在买泰南，我说泰南没有什么欲望。剩下没有好几千，钱的原因没有，我就克制自己，我说我不能刷到卡，我就是要把这个现金用完。这样，对啊，我妈已经觉得我会花完然后去刷卡了，但没，我没有，我没有刷卡。有啦，我坐那个计程车是用刷卡的。真的便宜，泰国是真的便宜，不要去泰国买精品，精品很贵，可能国际价运到那边有点贵，这样，所以不能买精品，要去那边买小吃什么，很便宜，超便宜。他这哎，韩国流行舞曲挑战，挑战要不要跳的？挑战能不能跳出来？马来西亚真的，新加坡是比较贵。泰国煎饼，泰国煎饼超好吃，香蕉煎饼嘛，超好吃。我回来就没有再吃过，很好，也很好吃啊。西门那一家还不错，西门的泰国香蕉煎饼很好吃。其他煎不要买，通化的排很多人，但不要买，不好吃。有喝到太难了，你在什么意思？哪一个太难？台湾的太难吗？
泰国的海鲜生意跟他们夜市看起来很有趣。不安，同事跑了，前天喝一杯，昨天喝一杯。但晚上那一批我没有喝，因为我早上已经喝过了。我是第一批的太太，然后他说：“你还要喝吗？”不要，不要，喝一杯就够了，好甜哦。不是一家调的啦，是姐姐调的。五桐，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很多次去喝五桐号太奶？我去泰国之前就超爱五桐号太奶，我有讲过，我真的讲过。对。没有，那个粉本来就很甜，所以要加很多冰块，所以喝到后面还很棒，喝到后面很刚好。生吃小的那个我不行，我不能吃生的东西。没关系，我后来都点奶霜，太奶真的太胖，但我有一阵子每天都在喝五桐号太奶。韩国流行舞曲挑战，好。要喝最完美手冲太奶，因为我不吃珍珠，我也不吃绿茶冻，就是没有料，我都吃没有料那个。Watch me, 小芋圆，哈，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吃，我真的不喜欢吃料。生蛋梯，哪个？这不是生蛋梯，我的生蛋梯也是更重，至少对，它要加很多冰块。甜度没有，它是就是最完美，最完美比例的，它不能调。Yeah.冰块也不能调，它就是都不能调，它就是要叫你喝那个最完美手冲太奶，超好喝的、哦。就是我去完泰国回来，然后喝每一家太奶都不行，但只有五桐号太奶很棒，真的很爱。我只有太奶可以接受那么甜，其他没办法。港式奶茶，我记得那个味道。
我去冷静一下。港式奶有一种就是苦苦的味，我也不知道。今天很冷吗？14度，哎，那可以穿铺棉裤，应该可以吧？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下。我昨天穿短袖短裤睡觉，因为我觉得昨天很热。我看一下哦，今天要干嘛？啊！怎么那么多？今天怎么那么多？今天是什么？我扫啊，我忘记了一个。好的。快去冬啊！想歌送浪漫樱花，没事，后面行程很满。我原本以为只有三个，结果四个的那种感觉。一二三四五，哦，原本只有四个，结果有五个。好，应该。欸，真的是都会跳欸，怎么办？ Feel my reason. Look at you. 都跳过啊，你以为都跳过吗？是跳过，但我忘了。又不行啊。夜安苍博，你看，我应该是中间跳完就忘了。不是，你们都不知道我们每一次表演的站位都不一样吗？你们应该习惯了，就我们每次站位几乎都不一样。那怎么样？我搭机姐，我搭机姐去机场。然后因为我昨天累到回家没有复习。那应该还好，今天的应该还好，今天应该可以。我也可以，我不会跳 Fiesta。好的，出现第一首 Ice One 的歌我都不会跳，就是都不会跳。现在周杰伦唱的《浪漫樱花》。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早上的路的 blackout， blackout。那天流行了一个。我刚刚那个 black out 不小心太高了， black out 高过不去，算了。边开车边看，哇！注意安全，谢谢林阳和缘分相遇。哎，好像会，好像不会。我觉得我忘了，我想一下，遇到困难，色气的歌，忘记了。刚刚声音哪一个声音？你说气泡音吗？哎，他们最近气泡音那叫什么很红，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超会气泡音。好了，忘记了，我学过，但我忘了。可是比较多男生，对啊，但我超会的，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气泡音，讲话也可以，因为我现在讲话就是这样子，我长得超会，不知道天生的吧，不知道。五分钟学会，但五分钟没有包含着，这超难的。没有，就是因为我今天喉咙状况不好，所以会卡住。Wake up， 不好听，今天会卡住。我觉得气泡音是低音的人比较会耶。对，我拍第二次有啪啪啪的。那不你是我不Oh my, oh my god.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还行还行，我现在在看我会怎么。现在是2022年的韩国流行什么什么舞蹈还是什么？一个天上飞两圈，什么意思？我只会副歌，副歌我是
那时候临时学的。哒哒哒哒，然后就忘了。学完马上学马上，对，真是马上学马上忘。忘记，哎，这是什么？什么？先为少缘放下雨。巴拉巴拉巴拉。哎，是吧 ？Enmix， 认真舞担一秒会，我这一秒会，然后做完事情之后就会忘记的那种。蹲下来，没有啊？怎么蹲下来的？这个我会。Hello。马林哥吃那个 S 八，一个动感，俺们中间中间的。我要乱唱。身上就是美丽的那份。Action。抓耳抓牙，来忙吧。什么？能否原谅你一次？好的，乌鱼拜拜。Hello，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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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妈姐姐。我一级的歌我也不会，我只会 Pull My Sneakers On， 因为随机舞蹈要跳。我真的是，对。这是忙吧嘛，我很喜欢呢、啊。啊，这首也是。Area， 阿基阿尔阿雅阿基，期待四周年，好的。略懂，没错。我觉得我近期的真的是为了上那个节目，然后学的。三兄弟啊，那么可好可爱，阿尔阿雅阿吉，这种家禽类，搜搜略懂，对 ，Hello， 忘记了，阿牛，阿牛吗？那我叫阿猪，为什么要当猪？不要好了，我家禽和牛、猪、鸡、鸭、鹅都是可以吃的，好像不错哎，都可以吃的。这个我也不会。Na na na love style。
number one。可以当啊，羊不错，羊好吃，超爱吃羊的。羊不错。我有一次点羊肉螺蛳粉，超好吃的。牛舌好吃啊，牛舌超好吃的。We are one。唱不去。Cause we are one。我不会 attention savage。 Fella， 我好了，天天的嗨呀。现在刚上浪漫樱花，我跟你I'm a savage， 那的情不会好。Give me now。易云对开球有什么想法？不要问我了，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要问我，我不想开学，好累哦。How about you know you look at me？ 林姐手作饼干，我拿了一个，一包。就觉得开学没错，噔噔噔噔，我做这个，嗯 ，spa 来，好吃啊！然后昨天姐姐们去公司开会，然后出来就说，因为我不是一整天都待在公司，然后他们出来就说，哎，易云，我说哈。你那只企鹅是你上次直播画的吗？我说对啊，他们存活很久哎，这企鹅到现在还在。阿牛，好的，阿牛你好，家禽五人组。Kiss on me。开学，因为大家都害怕开堂手节，没有，因为那个开堂手节课就是可以翘掉，因为不会点名。通常只要不是必修的，开堂就是第一节课都不会点名，所以还可以再多上一节，就是多放一个礼拜。没有，我直接跟老板说了，有一天我们在是谈事情，然后我就跟马克头上说。就谈完了，然后马克就跟马克桑，你看那些企鹅，我说，哎，我画的，我说这是你哦，我想说是谁，我说哈哈哈，然后就走出去了，我说哈哈哈，对啊，我画的，拜拜，我都走出去了，哈哈哈，说，他也没有擦掉，所以这些企鹅是可以存在的。对，他
该大家都说你怎么敢做这种事情，我说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该坦诚一下，如果可以活着那他们就活着，如果不能活着那就算了，就是擦掉，但没想到可以活啊，那我就没有，就我就不用担心了，就他们就在那了。就骗，大家没想到我胆子那么大。我说没有，我就只是几只气而已，又没有干嘛，就画画嘛。哦，对，跟朋友说，是你那时候活动的时候画吗？对啊，四组的时候，根本无关的直播上乱了。但是确实啊，四组嘛，我那时候在参加四组活动啊。对啊，也有关系嘛。对啊。合理啊，那是合理的企鹅。四组画什么企鹅？哎，跟你讲，为什么会有？因为我还画了一颗足球，所以他就觉得就是哦，是四组。对，闪电十一人，对啊，就是企鹅啊，对啊，闪电十一人。我的打，我的打。对啊，我画闪电十一人企鹅，对啊，对啊，黄天企鹅。谢谢谢追踪。本身会皇帝企鹅好吗？我会吗？我会换一个白色，我应该真的是去世足赛，生出企鹅来。对啊，我还请阿潘，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请阿潘来解释什么是皇帝企鹅二号。他一度被断手断脚，对啊，他手不见了，不知道谁给他断手断脚，还加了好几只奇怪的东西。有啊，我原本只有三只，现在好像到四只，然后还有一只奇怪的动物。Two best, one push。其实我会的还是挺多的，对不对？我都没有在学，2022年几乎真的是没有在学什么。想帮你高唱那首。Situation， 肌肉记忆。Like a miss go， beside my go， probably yeah， I'm a good show， and since I've been a bad boy。在旅馆上没有，在旅馆只学了 Two Bad Days， 跟 Beatbox 没了，我只学了两首。最激烈舞蹈，
内摩哈摩鲁门，乌干乌去鲁门，要死了。真的真的真的是五根木去录的，放的地上。哎，这我不会，哒哒哒帕纳罗马哒哒哒。烧耳机爽的多，三点那有五吗？现在刚送双鱼宝宝，Love Dive， 我没跳过 Love Dive 吧，我不会跳啊。我爱服的，除非是刘晓庆拉着我，应该不会学。看、啊、这边，安泰发着。希望不会开车速，你小心开车。而且 Love Dive 根本就是只是在摆 pose 而已，哪有那个激烈的部分。爱粉的话真的是，就是其他人抓我跳，我才会想跳，才会跟着跳，我不会自己学。需要激烈的部分什么意思？不是在问哪一首歌最激烈吗？玉云跳过最激烈的舞，对啊，不是这个话题，不然是什么话题？是说我想跳什么歌是吗？那时候我的取向很简单。就是要么就是我喜欢的团出新歌我就会跳，要么就是突然觉得很好看我也会跳，大概就是这样。那咪盖凡尼莎送驯色草，那是什么？就是 rapper。好看嘞、欸！他们好高哦！嗯，我发这首《最长春》。
谢谢洛冠文送的浪漫樱花。是啊，是不是很久没来看？我不知道哎。最近买的东西，我买了什么？等下去买的，没有，我没时间买啊！我感觉我没有时间买，算了，感觉买了不少，没有，最近都没东西到，发货很慢，那要等三个月吧，差不多。美丽啊！是一个大袋子，没有那么多啦，我也没有买什么。How you like that? 热门歌曲，我看一下哦，2021。哎呦，Fragile， 安泰 Fragile， 白天。没有，是根本还没发货。이게말이되니나물러봐너는말아희소와세상은인스 baby 어나요이제야서나아주사랑오마이오마이갓텔미텔미유내가다를것들도생각나다니포너의눈물정말로 I know I know我觉得他们歌很舒服，因为音很低，很快乐哎，他们音很低。我来看一下。내가힘든데울것같은데
기분도이제나지않은데이제나우케하네 What do you say? 이게말이되니나무나와너는말라해서와다시말했던 baby I'm sorry hoping that it will come through Oh my oh my god don't me I think all the time about what I should do Let it go let my sin kind of funny for I know I'm higher 정말너 I know I know 소문나해해은아야정말로시민은참안해아디스팬准备上课东西了好的拜拜拜拜해은아야정말로되니나물러봐너는말라해서와다시말할수있어 baby Yes or yes or not I was really hoping that it will come true Oh my oh my god 난什么他都不你啊 Sure No I can never have it cause then my sin cannot tell you for 나해인아야정말로 I know I know三十遍以上，为何 ？Baby, baby, I'm a crazy right, baby, baby。不知不觉四点多了，没错，还有七分钟，歌迷。很棒，这首歌我很喜欢。Yes or yes or not, I'm truly hoping that it will come true. Oh my god, 나너보니야 I see all the time about what I should do. No, I can never let him go. He's right there for me, 24. 나만아야정말로 I know, I know. 너아기장난세나무어떡해很棒这首歌很棒适合跟唱适合那个韩文不好的人跟唱因为一堆英文为何哎我不会跳啊 Candy자신을얻는너와의만나는점이야손싶어너만날거야일어나이해해만나만거나내게말하고지마사실은내그냥생각한거야이렇듯눈나눈부셔어떻게다변한거야눈하나만도난널사랑하는게아니야이제는나는더화시킬게테니까삐글삐글해지자꾸만그나를고맙어 고맙어난이런거야너빛이내하늘바라나보며너향이런눈그저지마왜이런지내가더바라갈수록있어지
다지나사랑해이렇게말했지이제는준비했어많은많은뒤로한채언제나네옆에있을게이렇게낯선을하겠어저하늘을바라다보면很难哦。不是，它全韩文的，全韩文的，大家，它是全韩文，它完全，这就是完全没有英文，这个就有点难，这个对于有点难。昨天林建新跟刘晓晴一直在低头，从一大早八点多就低头，哦九点多就一直低头，低到晚上九点多。我看一下。Me love like you a little.Don't wanna read up My leg will say it But I say it did up 아침은무말로서야돼서세이디터한장가버려서너뿐은내마음속마음이기다려지Do you want somebody like I want somebody? 날보고웃었지만 Do you think I'm coming now? 很棒 Got no time to lose 내기억던하루날보고싶어라타타타타우리심장 Not nothing to lose너좋아한건고와라타타타우린심장 Stay in the middle Like you a little Don't wanna riddle 말해줘 Say it back Don't say it 대로아침은너무맛있어 Say it 대로말해줘 say it but 어서 it did I want you so say it did 因为这首歌真的都很舒服我那时候他们刚出的时候我超喜欢这首歌因为是我喜欢风格然后刘晓晴一直叫我去看他说你一定要去看 Oh my god 你一定要去看这样但我拖了两天之后才去看没 cover cover 啦 cover 不吗 Oh my god 有发谢谢姐姐送告白气球这种没东西啊那他呢这种没东西啊是第十名是晴湖，第九名是金敏洲，第八名是恰拉咖喱，第七名是博成，第九名是安沙克拉卡，第五名是乌日，第四名是羚羊，第三名是爹爹，第二名是德瑞维，第一名是黑杰克。谢谢你们，感谢提醒。不然我要不知道要播到什么时候。我在喝饮料，笑死。听杰心翻唱这首吧，哎，好听。我有听过，没有，我昨天已经听一整天了。拜托不要，
没有啦，真心唱很好听。啊，不是他们两个一直唱，然后就你就会一整天脑袋全部都是低头，真的，一整天脑袋全部都是低头。他说你们两个够了，害我一整天都是低头。现在刚才唱缘分相遇，对，没错，好听是好听，但他太洗脑了。好啦，大家拜拜。四周年见 ，fan meeting 见，大家拜拜。我昨天为了 fan meeting， 然后画了很久，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拜拜。拜拜。三二一，拜拜。拜。